坚强守住自己最后的一生。伤者因为脑部受到严重撞击，神经轻微受损，所以呈现昏迷状态。现在呢，虽然已经度过了危险期，但是情况不是很乐观，有可能会失忆。我只需要你记住我，哪怕你忘了全世界的一切，我也不在乎。你所有的为了我好，为我着想，都只不过是为了你夺回帝哀的私心。我利用你，我是想让你永远陪在我身边，让那个不爱你根本就不在乎你的定门笑滚出你的心里。给我点空间。如果我心里装的是你，那只会让我想到你利用我的细节，让我觉得恶心。我为你做的一切，灵山，你真的忘了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给你我拥有的一切。我想保留这一切，但毕竟它是属于别人的，我不能占为己有。今晚我得好好的露一手。哇，妈，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啊？迎接女婿入门。姐不是和丁文孝才刚开始吗？你别这么心急，把人家吓跑了。跑不了，现在剧情急转直上，意料之外。呦呦呦，说的好像你看见似的。嗯，看倒是没看见，不过我听见了。妈，你那叫自行脑补，那未必是真相。行行行，你赶紧走吧，别烦我，我还得忙呢。走吧走吧。哎，今晚别忘了回来啊，别缺席。就冲这桌子菜，我告诉你，我突破重重难关我都得回来。眼下还不回来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不行，我得去小事光年看看。哎，菜娘，你去哪儿这么着急？去小事光年。去小事光年？催稿啊？这菜娘怎么突然和炎夏走得这么近了？眼下丁总和穆总监遇见了吗？当然，而且是偶遇。那太好了，眼下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这是我该做的。之前我对你的态度实在是很抱歉。蔡宁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哼。哦，对了，关于信木的事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这可关系到你设计师的前途。我都想好了，你不用担心。那，你只要需要我，一定开口，我一定会尽力。谢谢。
我的看家本领全用上了。哎，好像少了样东西，酒。哎呀，做了多年终于可以用上了。楼道里就闻到满桌子的香味了。妈，你不做大厨太可惜了。今天嘴怎么这么甜呀？姐呢？姐怎么没回来？哎，给你姐打电话。好，打。哎，眼下回来了。文笑呢？姐，你可别玩什么出其不意的反转剧情啊。丁总，出来吧，丁总。别找了，丁文笑没来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和他一块儿去的澳门吗？你们同住一个酒店，还在一个房间，不是已经……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是不是在澳门出什么事了？妈，我现在不想说这些，我想休息休息。不行，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妈，我真的不想说，我累了，我休息一下。哎，眼下，妈，别再逼他了。你看姐的样子就知道，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什么难言之隐啊？我是他妈，什么难言之隐？我得弄清楚啊！哎呀，妈，给姐一点空间，你逼她也没有用的。哎，你让她消化消化情绪，等她想说的时候，一定跟你说啊。不是，怎么好好的又怎么了？这是啊。